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哎，三叔，还有这个呢。嘿，陈西瓜，别动。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好嘞，哎，二位啊，问一问能发枪吗？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哎，南山顶上有大炮。什么大炮啊？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哦，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要是能用，我试试。爹，我帮你扛。去里边玩去。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对，不含糊。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从这儿以后，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鬼子来了，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了。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炸得好啊，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嚯，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有，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二妹，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倔丫头，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好。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笑>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哎，领来的雷呀。 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是啊，
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就地取材。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造地雷啊？哎，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那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爹，你又讲三国。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咱自己能配吗？啊，好，咱们自己配。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什么？天女散花。
哦，哎，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有地雷，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你们的办法不错嘛，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好，讲得好啊，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慢下，前进。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哟西，走。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打吧。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哎，好。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太君，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土八路在那边。
太君，什么的那边，土巴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啊，明白，明白，快走。 我们了，快走！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徐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田草，接枪！鬼子又追过来了。
队长，东边枪声很密，我看一定是龟田小队长借了赵家庄。慢点，海口，起来，起来，起来，走，起起，快到连环雷了。你们也去准备吧。好，准备好。拉子母雷，站住！回去，继续前进。十六团李连长来了。老李，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哎，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躲开点。队长，明天出发吗？有客。八个野路的呢？啊！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
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雷主任，鬼子的放大镜能撞进地雷？那是探雷器。哎呀，遇到铁就能够探出来。鬼子起来了，起出来一个，有开。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啊，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什么？我跟你要几根头发。不许给我开玩笑。不是开玩笑。不给。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你敢？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咦，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别碰着啊。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呀。什么问题？你看这个哪来的？哎，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好，真假雷成功了。鬼子看见我的雷了。你的雷啊，你看。啪，我的雷响哦。响了没事儿。那是臭爸爸雷。
吃。留下七块钱再走。站住！路条，哎，你怎么不走大路？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像像正在农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哦，再见。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嗯，没见过。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男子，哎，不见皇军不挂弦。苏斯卡，有戏。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快点放枪！哎，快来人呐！鬼子偷雷喽！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咱们大家合计合计。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怎么样，通往据点门口的大路小路都埋上。好，队长，队长，麦子，麦子。三更天了，今黑夜算过去了，可不能麻痹啊。有动静吗？没有。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快去点信号，石大爷。
姐怎么了？石大爷叫鬼子给打伤了。把土八路交出来，把地雷交出来，皇军有赏。得有开，嘿，走，都带走。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什么？把地雷起出来？不行，办不到。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不能答应。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散开。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来了。为了对付敌人的汤雷阴谋，我们专门设置了蝎子雷。进到雷区了。当了，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雷主任，我也去。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嗯，好，走。回去的路上等他们。